3年前，上帝文明在离去时告诉人类，他们共创造了6个地球，现在还有4个存在，都在距地球200光年的范围内。另外几个地球的人过于残暴，必须先去消灭那3个兄弟，免得他们来消灭自己。但这信息来得晚了。第1地球在上帝舰队走后不久就来到了太阳系。由于他们的文明历史比太阳系人类长2倍，所以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应该叫他们哥哥。现在哥哥飞船正停在南半球的上空。然而故事要从一个叫华堂的杀手说起。此时在这间总统套房内聚集了福布斯财富排行前50的13名财界精英。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朱汉阳。他的华软集团的东方300操作系统正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老朽的 Windows。 很难想象这些人正在商讨雇佣杀人。华堂便是这桩业务的执行人。被委托加工的3个人的照片摆在了华堂的面前，照片中的人蓬头垢面，其中有一个是女性，还很年轻，她的眼神很特别。华堂的心微微动了一下，但转瞬即逝。华堂走出酒店后掏出了手机，看着自己的账户余额喃喃道：池哥，我现在和你的钱一样多了。华堂口中的尺哥是他自幼跟随的老大，尺哥因他从不离身的一把锯而得名，那锯薄而柔软，平日里尺哥当作乐器把玩。这利锯的其他作用华堂当然也知道，那是来自一场豪赌。一个叫半砖头的二老大输了自己的双腿，华堂清楚地记得，宽阔阴冷的大仓库中回荡着锯条拉过骨肉的声音，在锯到膝盖的不同部分时呈现出丰富的音色层次。完事后，尺哥指着已被抬走的半头砖说：告诉砖，后半辈子我养活他。当尺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，由黑道转向白道时，一直追随他的人都被封了副董事长、副总裁，唯有华堂只落得给尺哥当保镖。但知情的人都明白，这种信任非同小可，他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命交到了华堂的手上。但很快，华堂的命运随着老贺的出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老柯是尺哥高薪聘请的新保镖，他是这个领域货真价实的精英。一天，老柯找到华堂，告诉他有更适合他的东西去做。当他第一眼见到华堂就打了个寒战，冷血一下并不难，但冷下去的血再温不起来就很难了。他会成为那一行的精英。最终华堂走上了异国留学的道路。华堂收回思绪，很快他找到了第一个目标，那是一个流浪汉，正在垃圾桶里翻找着食物。可华堂很快就发现了异样，这里原是城市流浪者聚集的地方，但现在只剩下他的这个目标，其他人去哪里了？带着疑惑，华堂来到了第二个目标的所在地，城市边缘的一座窝棚。窝棚里挂满了大小不一的油画，是个流浪画家。华堂的目标很快被其中一幅吸引，他掏出自己所有的钱想要买那幅画，可画家只从中抽了2张说道：只值这么多，画是你的了。随后华堂在一个大垃圾场找到了第三个目标。由于女孩身体过于瘦小，只能在拾荒者的圈外捡拾着已经被翻找过一遍的垃圾。看着女孩的眼神，华堂的心又动了一下，但像上次一样，这触动转瞬即逝。他知道这涟漪来自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，为再次失去她而懊悔。华堂陷入了沉思，世界最富有的13个人要杀死最穷的3个人，这不是一般的荒唐。但思路没走多远就猛地刹住了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这个行业的最高精神准则，瞄准谁与枪无关，他们只是实现枪的功能。在那所学校，华堂知道了该行业的基本操作叫加工，操作的对象叫弓箭，死亡叫冷却。随后的专业课中，华堂经过2年的苦练，竟练成了可以使子弹在弓箭上的创口产生丰富多彩的变化。4年后，华堂终于毕业了。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一桩生意，可接不接他想要询问尺哥的意见。当他们单独相处时，华堂对尺哥说：我一直没把您当大哥，而是当成父亲。您说我应当去干所学的这个专业吗？就一句话，我听您的。尺哥拍了拍华堂的肩膀说道：只要你喜欢就干吧。好，我听您的。华堂说完抽出手枪对着尺哥的肚子就是一枪。尺哥看着华堂，眼中的震惊只是一掠而过，随后他对着华堂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已经出息了，小子。华堂接的这桩业务是1小时的慢冷却。躺在地上的尺哥慢慢地整理着自己流出的肠子，然后塞回肚子里，流出来就再整理好将其塞回去。当这工作进行到第12遍时，他咽了气。这时距枪响正好1小时。华堂说把尺哥当成父亲是真心话。在他5岁时的一天，输红了眼的父亲逼着母亲把家里全部的存折都拿出来，母亲不从，便被父亲殴打致死。华堂因阻拦也被打断鼻梁骨和一条胳膊，随后父亲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后来华堂多方查找也没有消息，
如果找到，他也会让其享受一次慢冷却的。现在垃圾场只剩下女孩一个人在埋头翻找。正当华堂掏出手枪时，女孩突然看向了他。当两人的目光相遇时，华堂手中的枪差点脱落，他几乎失声叫出果儿。但华堂知道他不是果儿，14年前果儿就在他的面前痛苦地死去。尺哥早年一直在做着他永远不会对后人提起的买卖，他从人贩子手中买下一批残疾儿童，将他们放到城市中去乞讨。华堂第一次见到果儿时，6岁的他大眼睛水灵灵的，甚是可爱。尺哥看中了果儿惹人怜爱的样子，决定把他加工一下，于是解下腰间的利具，朝果儿滑嫩的小腿上划出一道贯穿小腿的长口子，血在果儿的惨叫中涌了出来。尺哥还叮嘱华堂不要给他上消炎药，这样才能烂开。即使华堂背着尺哥给果儿吃了些消炎药，果儿的伤口还是发炎了。果然，果儿可爱而虚弱的模样还有他的伤腿都立刻产生了极好的效果。终于有一天，果儿悄悄告诉华堂，哥，我的腿不疼了呢。在华堂的记忆中，这是他除了母亲惨死外唯一一次流泪。果儿的腿是不疼了，那是因为神经都已经坏死，整条腿都发黑了。华堂再也不顾尺哥的禁令，抱着果儿去了医院。可第二天深夜，果儿还是在高烧中去了，完全是下意识的。华堂以最高的分辨率真切地记下了果儿小腿上那道长伤口的形状，后来在尺哥腹部划出的那一道就是他准确的拷贝。华堂将枪放了回去，他决定将事情问清楚，即使这违反了自己的职业道德。第二天，那13个人没有向华堂做过多的解释，只让他们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放满黑箱子的货车。此时天空中又出现了异样，哥哥飞船本是由上千艘子飞船形成的巨大组合体，现在这个组合体正在分裂为子船船队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的步伐要加快，朱汉阳说着开始驱车驶上了大街。正当华堂困惑之际，他们把一个个手提箱给了流浪汉们。流浪汉们打开皮箱一看都傻了，那是一整箱的钞票。而这些富人只让他们答应一件事就行，当各个文明的人问起时，就说这些钱是你们自己的。终于朱汉阳告诉了华堂全部的真相，各个文明要占领我们的星球，至于地球人类将会被全部迁移至人类保留地澳洲，人类不需要再从事生产，各个文明将赡养人类，不要试图反抗，他们一艘子船上的武器就足以毁灭整个地球。昨天夜里他们就毁灭了澳大利亚。按照保留地方案，各个文明将按照人类的最低标准配给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。随即华堂大笑了起来，冷笑地看着他们说道，所以你们将金钱向穷人抛洒，期望抹平着巨大的财富差异，但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对吗？有人不愿意要你们的钱。华堂离开了，他要去履行合同。他站在第一个流浪汉面前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要他们的钱？爽啊，那么多人的有钱人在求我，我要是要了钱，他们就不会求我了。是，很爽。华堂说着扣动了扳机。华堂来到了垃圾场，今天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了，其他的拾荒者显然都拿到了钱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100次地提醒自己，他不是果儿。子弹像飞旋的刀片，瞬间切进了目标的心脏。他们让你杀了他。华堂猛地转身，看到流浪画家站在身后。华堂说道，是的，履行合同而已，合同里也有你。画家平静地点点头，那你能和我签一个合同吗？画家指着女孩倒下的地方说，为她复仇吧，不过我没有钱。华堂说，你卖给我的那幅画就足够了，不过你为什么不要钱？画家苦笑道，我的画都是描写贫穷与死亡的，如果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，我的艺术就死了。接着死亡之火再次喷出枪口，穿透了画家的心脏。这没必要，我们现在不干涉人类的事儿。看着远处走来的人影，刚才的画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华堂，原来他们早就已经下来了，也就是说这些富人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们那儿也有穷人和富人吗？这些天的经历让华堂下意识地问出这个问题。第一地球人笑了一下说，当然，你能看到的这些飞船，他们都是穷人。在华堂不敢置信的目光中，第一地球人开始讲述他们那里穷人和富人的故事。原来他们的地球也曾经像我们这样，社会财富虽然分配不均，但维持着某种平衡。可这种平衡被一项技术的飞跃彻底切断，人们不再需要学习，只需一台超级计算机植入大脑，就可以将其中储存的知识变为植入者清晰的记忆。当然这个价格也贵得离谱，相当于在北京黄金地段买到2到3套150平米的商品房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完成超等教育的人与普通人之间，就像后者与狗的差距那么大。
穷人不再是人了，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化。第一次是与猿分开，靠的是自然选择，而这一次与穷人分开，靠的是另一条神圣的法则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。这个法则由一个叫社会机器的系统维持，它的执法单元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们的执法绝对公正。如果穷人那点可怜的财产受到威胁，他们也会根据宪法去保护的。可是技术的发展导致机器人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穷人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。爷爷的时代，世界财富的80%掌握在10,000人手中；爸爸的时代，90%的财富掌握在42人手中。当他这一批人出生时，资本主义到达了顶峰，99%的世界财富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。第一地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和21个穷人组成的世界，这个人被称作中产者。行星上所有的大陆和海洋，包括大气层，都是他的私人财产。剩下的21穷人全住在封闭的住宅中，他们只能呼吸家庭生态循环系统提供的污浊的空气，喝经过千万次循环过滤的水，吃以他们的排泄物为原料，合成再生的难以下咽的食物。而与他们仅一墙之隔，就是广阔而富饶的大自然。但那清甜的空气是要花钱的，因为那也是中产者的财产。所以外出之前，他们都得吞下一粒药丸大小的空气收获机。这种装置能够监测和统计他们吸入空气的量，每呼吸一次，银行账户上的钱就被扣除一点。各个文明的人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她为了节省开支，3年没有到户外去。一天深夜，她竟在梦游中通过过渡门到了户外，于是执法单位掐住她的脖子，将她一路拖到家中。母亲生生憋死了。执法单元说他犯了盗窃罪，我们要被罚款，但我们已经没有钱了，只能用少的可怜的空气和母亲的遗体抵债。这直接导致了循环系统的恶化。父亲却让我不要担心，我醒来后，机器人指着一桶清澈的水说：这就是你的父亲。我顿时明白，父亲为了让我活下去，将自己体内的水分给置换了出来。而这时，就在离我家不到100米处，一条美丽的小河正在哗哗地流着。父亲的水拯救了我家的生态循环系统，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7年之后，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了，我走出家门，坦然地面对着自己的命运。但是来到室外后，我才发现外面站满了人，原来家庭循环系统大批量地崩溃了，这是死亡前最后的狂欢。然而我们并没有被执法单元击毙，中产者阻止了执法单元，并且为我们准备了20,000艘巨型宇宙飞船，让我们在恒星际间寻找自己新的家园。于是在漫长的星际流浪中，我们损失了近1/2的飞船，有的淹没于星际尘埃中，有的被黑洞吞噬。最终我们剩下10亿人来到了第4星球。听完第一地球人的讲述，华堂感叹道：如果没有你们的干涉，这个世界也会重复这个故事吧。第一地球人只说：谁知道呢？文明的进程像一个人的命运，变幻莫测。说罢便告别了华堂，他也只是一名普通的社会调查员，也在为生计奔忙。华堂再次来到了总统套房内，看着他掏出的手枪，13个富翁脸上震惊和恐惧都只闪现了很短的时间，接下来的只有平静。朱汉阳指着桌上的一堆方便面说道：还没吃饭吧？咱们吃了再说吧。他们支起了一个大银盆，在里面加上水，然后大家轮流将这一张张钞票放进火里。当烧到135万时，水开了。